What?照相机来，你有照相机？王一凡。嗯，是。这后来有这样的。是。啊，这就是高射炮。看你那像是高射机箱了，不像高射炮。那不是，那不是，那是捡那个。现在的小伙子高射，小伙子高炮。你装不了太多的炮弹。等等等，怎么你还给我留下？前面好像是多大的？应该是高射。来到上面这里还有电子机，电子操控器。对，好像是电子机。那就是。